王静，求求你别再骗我了。雷婕熙心死。上个月30日，本刊除了拍到雷婕熙进出林百瑞家，同时也收到消息，林百瑞似乎已经知道两人事情就要曝光。4月3日，林百瑞就被爆出未婚播种雷婕熙，林家傲不相因，他没浮上台面的地下情人王静显然被蒙在鼓里。不过毕竟公园都也站成那副德性，大白天还去摩铁偷欢，于是王静这些天来的脸书看似对于林百瑞跟雷婕熙一事亦有所指。